大家好，我是齐栋老师，欢迎来学习微积分的课程。微积分主要分为两大主题，分别为微分与积分的技巧。在往后的几个单元，我们将会介绍积分的概念，它主要是处理曲线下方区域的面积求值问题，而运用于各个领域，将有助于厘清我们生活周遭所看到的许多现象。以下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的精彩选集。